文心一直希望突破自己，尝试用不同的展览来介绍当代艺术。这一次我们挑战用录像的方式让大家理解当代艺术。SU GO 这件作品是集合了 Henry 三件非常重要的作品 Rubble Rubble, Takeover, If and Only If。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三件针对对位讨论的影像能够放在一起做一件作品的展出，他们是如此的协调和谐，而把对位这件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三件录像包括了音乐、影像、历史、政治等主题，细腻的呈现在相同的背景中，由于不同的因素外力的影响，看到了音乐与音乐之间的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有趣之处。影像是流动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角度看到屏幕互相的交织，就像一个巨型的动态雕塑。这件作品对我而言是优雅漂亮的，它有很深沉的历史、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在，这和文心艺术基金会一直以来的收藏是雷同的。当代艺术讲究着心里触动的那个感觉，我也希望借由 Henry Sara 的这件作品而去触动你心里的那个感受。